可以吃了。所以我们经过五金大佬的委托之后呢，所以我们今天会架设摄影机，好来拍摄一集给大家看。因为我认为许多在看我们频道的男子们，95%的男性就是你们。想必你现在应该还是单身吧？想必你跟你的女朋友或者是跟你的老婆在约会上有很多的困扰吧？那我们这一集呢，就是身为一个工业男子，那我们来教大家如何好好的跟你喜爱的女性约会。当然，约会过程当中，为了怕尴尬，所以你大家应该会跟我一起吧？全程跟啊！现在有时候也害怕公众人物啊，怕出一点事情的时候会被大家俩坑。首先，身为一个工业男子，你在第一次跟人家约会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车子要洗干净。好，然后车上很重要的就是饮料、水，然后最好有一些小饼干，才不会胃食道逆流。然后记得，如果可以的话，你的车上可以喷两下香水。记得不要在人家进来的前10分钟。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要准备3种行程，最好尽量搭配不一样的女性个性。所以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个是吃饭，一个是看展，然后一个是泡汤啊。我个人最喜欢最后一个。那我们万事都准备好了之后呢，你就可以穿着舒服的打扮就好。但是主要衣服要是新的，然后穿上帅帅的鞋子。总而言之，整体就是不要邋遢，这样子你就可以开始你今天的约会行程了。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出发吧。我应该是驾驶座。喂，哎，我到了，黑色的那台。对，黑色那台。我看到你了。嗨，杨小姐。嘿，杨小姐好。哎，叫我千体就好了。千体吗？我今天这个可能要麻烦你帮我别在你衣服上。那我今天可以麻烦你帮我拍吗？好啊，可以啊。那你今天有想要去哪里吗？随便啊，你带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我们有3个选项，你想要去吃东西，还是去看展，还是去对？你有什么样的展览可以看？你平常喜欢看什么展？好，平常工作的话都是喜欢看五金展嘛，然后我最喜欢看人家钻洞了。钻哪一种？什么洞都可以啊。哦，我们之前拍那个潜盾机钻那个大洞，哦，就是看了会让人很开心的那一种洞都可以。难怪你爸有跟我说要特别关照你一下。我其实突然想到有一个地方还不错，就是他这两天刚好有一个不对外开放的展览，而且它是一个全世界销售98亿美金的牌子，我可以动用一点小特权，就是在大家还没有进去前带你去看，只有 VIP 能进去。好啊，好啊，我们去看这个。来这边。有没有停车场？来右边这里，这个南方庄园，晚上我们就可以住在这边。如果逛累的话，哦，嘿，它里面还有可以泡温泉呢。哎，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可以泡温泉？来，有没有看到这个如此帅气整齐的红布？我们今天就要看一个动用特权，在大家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我们就进来看的展览。Milwaukee。噔噔噔，到了2022年美沃奇新品发表会，噔噔噔噔噔噔，哎，等等 ，Hello， 哎 ，Hello， 拜拜。我会上。这给我吗？两瓶酒。来来来，来送你礼物。谢谢，抱抱礼。对。好，那送你，给你，今天带礼物回家。开心。好，有没有？室内很帅吧？然后里面有一个室内的场地，这个室内的场地有没有看到红红的东西？哇靠！就直接来看宴客场地啦，这么快？没有了，我看工具，看工具。喜欢红色吗？喜欢啊，好有精神哦、喔。这看起来像是那个园艺工具嘛？哎、欸，对，园艺工具，哇，你懂哎、欸。我是五金行女儿啊。对啊，然后这个就可以拿来什么锯木头啊，或者锯小树。这个是哦，五机组他们五个里面算是卖得很好的。哦、这个是我们哦，他们卖得很好的。对他们卖很好，这个我们以前自己也买好多套。哎、欸，那你知道这是什么？那个是拉线机啊，又称鱼线机。为什么？这个你也知道？我是五金行女儿嘛。有道理，五金行的应该什么都略懂略懂。然后这个是哦，这个是有快拆头的，而且还有这个黑色的，这个我觉得黑色超少见的。买多一点好了，这个是限量版的。买这个才有送这个。对啊，黑色箱子是一般买不到的哦、喔。这个好像可以买完之后，我们再把黑色我自己拿去网路上卖。可以赚点钱，我觉得可以哦、喔。超先生，现在那个我们马上订单马上下，是，然后我现在全省限量1200组，今天都是要就下的。对，总共要1000组，然后我们500组给经销商，然后500组就由超先生你处理。好，赚价差嘛，赚价差。是。衣服，通常约会买衣服应该是一个很好可以观察大家品味的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今年有手套，这手套看起来像重机手套啊。这个它还会发热。发热手套？真的？里面有东西？有。你看，小电池可以充电，它这个可以插手套，还可以插衣服。这是女生的外套。哦，有腰身是不是？腰身的设计。欸，格林纹的我喜欢欸。格林纹，而且有腰身，看起来会比较瘦。你穿看看，你看它们里面就是红红的，这个就是它里面有发热的那个电阻线，给你像我一样满满的温暖。然后这个是什么？哦，我们五十寸防漏安全绳。有，后面有一个小转扣。对对对，然后它可以承重我们2.2公斤。扣另一半逛街可以？这个要看你另外一半是2.2公斤。你2.2吗？差不多了。那2.2我背着你就好了。所以还有哦，口罩哦，这个调大小哎，我帮你调一下，这样有舒服啊？嗯，好像有点 M， 对不对？然后这个，哦，这个是套哪里？防割袖套。所以它这个是 Level 5的。Level 5的，红色是 Level 3的，对。Level 5几乎美工刀割手都不会受伤，像我这样。对，这样子都可能不太好了。衣服有喜欢吗？都喜欢哎，全部都买好不好？全部都买。OK 啊，那单子呢？这是我们订购单。好，可以，我帮你签一下。好，外面还有这个，这个是我个人最喜欢的重型工业组。这个就是我们要检查，帮我们以后家里盖房子的人灌的好不好，那我们就可以拿这个直接洗，而且直接用一颗电池。那为什么它电池这么大颗？通常电池越大颗，它的能量就越强嘛。因为你要一次供给这种重型的工具的话，基本上只有他们有做，就是到比轻工业里面再到更到重工业的，尤其是像这台。那个又是什么东西？这个就是一个灯，这个灯我算是有跟他小熟悉。我们之前有一次拍捷运啊，我们要到地底下去探照的时候，它就可以直接掉到地底30米的地方，然后再讲生态。噔噔噔噔噔噔噔。要不要一起跟我上火星？然后开灯，噔噔噔噔噔。哎，仔仔，这么大的灯是要卖给谁啊？如果今天救难单位啊、营造啊，就是户外的荒地，然后盖房子的，或者是像之前去年的时候铁轨嘛，有一个蛮严重的灾害啊，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就可以直接调过去，然后现场啪，它那个光线的强度可以打掉整个足球场。然后这个地方下面这里有没有救援的时候，它一定不会是在一个太好的环境，所以它不只可以充电之外，它也可以供电给大家。而且这一台可以阻挡时速55公里的风，7级台风它也是不会倒下来，很安全，就像我一样。那这个你要买几台？这个如果我们要组那个救难队嘛，然后我们还要开建设公司嘛，捐给消防救护单位，那买个30台应该不为过吧？好，可以。那订单在这边，好，请你签个字，签一下。好，好，谢谢。好，谢谢。然后旁边看这个，什么老屋改建啊，还是家里要把天花板切开做电梯啊？然后有直接可以送水的，然后直接一个整个箱子拉着走。这个其实已经开始在卖了，所以今年有很多东西可以看，我们带你去看里面。我们未来的家里面一定要有一个很大的草原，自己的房子一定要自己盖。所以今年的水泥搭配组合，今年水泥搭配组合呢，我们配的是水泥震动棒，它其实就是有长短啊。你喜欢长的短的？当然是长的啊，拜托。长的长的，我们要看长的。哇，一次这么多人可以吧？一次插两只哦。一次插两只，不会口味比较太重。我先试短的。哦，先试短的。我带大家近一点看好了。有没有它旁边就比较硬紧，在它震动的时候啊，很像那个土壤异化的概念，因为它就是往下沉，然后它里面比较吸的那个水分就会往上，帮助你的那个RC在做的时候，它可以比较扎实一点。我们有一个完整的，这样有喜欢吗？这个硬度你帮我试一下。那你喜欢一次要几根？几根不重要啊，重要是坪数要大，没有500坪的话我不想住。建坪要500坪是不是？对，500坪大概1000坪差不多吧。所以可能买农舍的概念。都可以啦，都农地，农地要打草，我们打草自己打。而这是我们米沃奇推出的充电式割草机，它其实它用的是18V 电池2颗。那它的刀片是金属的还是？金属的，它是单刀式的，是把它打过去很轻松。后面就是收集草。对，我是感觉好像可以抓蛇，这种感觉就是遇到蛇，遇到蛇捞进去一样。没有啦，遇到蛇就直接把它打掉就好了。打掉就好了，直接收进去。就是打进去，然后再跟着草炖汤。那通常这种都是叫自走式的，就是我们可以让它自己走。哦，这是一个压安全扣，然后压这样子。哦，它是可以，它扳机你压越多，它速度会越快。哦，真的吗？对。哎呦喂！欸，真的比你开车还要快。我们算安全驾驶，然后除草危险，除草是算是美国10大危险工作之一啊。除
除草可以吗？我们除草可以自己除吗？觉得好像可以运动啊，我放假都可以一起这样子，我拉着这样运动散步，散步完一千坪完之后，我们就可以回去吃个饭啊，出去约个会啊，还是抓蛇。旁边这个，另外就是我们的抽水珠，哦，这个很重要。对啊，抽水速度其实很快，这边压下去它就可以抽了。然后所以一样是脑电池，对，12.0的，8V 的一颗就可以了，压下去就可以，压下去启动，启动，压着就。啊，大管的这个流速射护线应该蛮好的。哎，我觉得这个很棒，你要不要拿看看？我觉得它的重量是很轻，可以买吗？买，可以买。好，那外面看完了，然后我再带你去看它在外面的旁边还有比你盖房子更重要的东西——砂轮机。如果以后我们要建构我们的家，砂轮机要买。哎，有薄的。对，这是我们今年推出来，对，薄的齿轮箱，来比一个狭小空间给我看。狭小空间。对。有没有？好，狭小空间，来哦，你看它就进不去了。然后我们这边最特别的是，我们这边可以做个多段式的调整，还有我们的把手扁式的跟我们的普通的砂轮机，它多了一节。哦，对，才不会结果很笨，做了一个扁的，然后只有这个比较宽，就卡住了，卡住。然后我们有4英寸、5英寸，还有一个 Rabbit Star， 我们两秒速停，你帮我拿一支。是，你是两秒速停，我是没有速停。嗯，好，我们一二三，好，一二三，停。速停有没有就很有明显的差异？有没有速停？速停的好处是什么？我会比较安全。哦，那如果我受伤了怎么办？我受伤很危险，我就再换过就好了。哎，不能这样子，我们才第一天约会。要表现一下，表现，表现什么？随便什么用什么拿什么。全公司砂轮机大部分解最强的人谁？可以说是我了、啊。可以说是你是不是？我们来，玩个游戏。好，来。3、2、1，看我每天要一啊！嘿，所以我们输的要那个，不是你背出去，用头碎大石。可以，就用头把这碎了哈。好，来吧，让你来。我来，我来。小站板，小站板今年配合什么？小站板的部分呢，哈，是我们推出的部分，它在部切管子的部分非常好用，它稳定性很够。对，小管夹，没错，管道口、水平尺，直接把它选取就可以了。这个水平尺的部分呢，我们特别把它做到3寸这么小，这感觉在工地很好偷哎。对，其实这部分的话，因为我们做小原因，你知道是什么吗？是让大家赶走。对，那不见得就可以再买，可以再来买。对，还有角度的，哇，这个很酷。对，这个依照你所需要的角度去调整。这个真心厉害哦。所以那我们小站板，小站板可以切什么？小站板的部分呢、啊，我们就切我们管长，夹击能力呢最大到6寸，要不要试看看？好，来。喂，哇，仔仔好快哦！是吧？怎么可以这么说？你最快。我们最不喜欢被人家讲切快，切快，切快，切得快，切得快，切得快。我觉得今年这个很酷哎，拆的这个，对，它是直接卸掉的时候用手转，我直接转个两圈，这边有卡榫、拿起来，你的管材就可以拿起来了。哦，我们收非常方便哦，这边把它卡住之后，这边呢还有一个凹槽，对，就把它穿过去。然后呢，就随便找一个突出的部分，把它扣住。这个支撑架要把它旋开，要不然你收不起来了。收折3秒，好像烫熨斗。没错。这个喜欢吗？回答有点慢，我再开收一次给大家看一下。开收一次。一定要收折。收折，哎，切，收起来。有喜欢吗？买20台够吗？好像不够哦。二十台不够，再一次。这样大概1秒开。然后收起来，三十台，30台可以吗？好，30台好，可以。30台可以，再开一次，再搞下去，再开一次。我们听装备看完了，它里面有一个很酷的专场。走，外面看完了，我带你来看里面。你看，这个家里的可爱的小园丁，
哎，这个转的是今年才有的、哦。对。哦，我跟你讲，它以前很酷，它以前就是那个箱子跟箱子它都可以叠在一起。他们之后就开始做墙壁式的，还有家里泡冲咖啡，这个已经等于是一个工作台的概念。对。我觉得那个厨房就适合这样子。你喜欢做菜吗？不喜欢。没关系，我喜欢。那旁边这个是可以装尸体，是不是？今天最大型的工具箱。哎，这个我可以人塞进去吗？塞了进去，我们就买喽。好棒哦，我们买吧，以后你出国旅游就做这个了。我们可以一起出国的时候可以省机票钱。不是我们，是你。好，我出国的时候可以省机票钱。这有一个释放的按钮。哦，就是我在里面可以自己关起来。哎，可以。它这个啊，就是它虽然上面是显示说不要踩，但是其实它非常坚固。然后它的这个小卡扣都是像以前那个箱子都可以扣上去的。看，像这样，是不是？好像积木玩具哦。这可以买吗？可以。这是要买几个？买个四五百个好了吧？哦，四五百个，四五百个，四五百个。对。那这边空格帮我签一下。好。然后你看它这边有没有就是以前的啊，现在的啊？哎，新的箱子，这种是小抽屉的。你看，然后小抽屉旁边这边有一个安全扣，然后安全扣你踩着之后，它就不会再。转动的时候有没有你的那个抽屉就不会跑出来？家里面要放一些什么小刀啊，放一些小文具啊。哦，这个是立起来的，这是什么？这我们是今年新推出的像这一组，它可以放在那个、哦、放枪、放枪、起子机啊，你都可以放在里面。哦，它就是可以放着，然后上面放充电器。对，充电器。这个你们都叫什么？我们叫固定承办，可以藏一些东西在里面。藏私房钱，对对对，私房钱都可以藏在里面，因为像它里面还有一些小的那个，这可以买，这以后可以放私房钱。对对 对，就是上面盒子，然后钱放在下面这样子。对，这个我们需要润滑一下嘛，这个可以让你滋润一下心情的、啊，心情，对，心情，心情滋润一下。哦，那这个是什么？今年的新的放光灯，放光灯，放光灯，放光，放光灯。那我们这个放光灯啊，它可以去扣在我们这种今年最明星商品的这个长型配套工作车。哦，所以它收起来是这样子收。对，收起来，收起来变小盒子。嗯、有没有？你看这个，今年做的小东西都很细致哎。所以这也是这样子勾。对，它直接挂上去，然后收起来，固定的那一种效果。然后是放电池的，對，像小弹夹一样。这蛮适合在有自己独立工作室的时候。这个适合我，我很独立自己工作。好像还有很多要看，我们继续走。好像还有很多要买。很多要看，很多要看。哎，修车的，以前是叫气动扳手，现在应该叫做电池扳手。对，我们可以放一个在后车厢，然后我们在那个高速公路上看有人爆胎，然后我们就下去帮人家砰砰砰这样换下来，然后给人家收五万。我收九成，你收一成。我帮人家换，我换，然后你。我收钱。好了，好，然后就还有气动的跟打气，我换完轮胎要帮人家充气。之前有那个小小台的，然后今年这个就是一次可以把你那个卡车轮胎什么轮胎打到够的。而且你会不会觉得会修车的男人很帅？每次车子坏掉的时候啊，首先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看引擎哦。对，就是我们要打开引擎盖，就是我们先不管我们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就是我们就打开引擎盖，然后大家就站在这里，然后开始想接下来怎么办？怎么办？首先我们需要一把灯，它是有三节式的，很多角度，而且我们还可以拿来看车子下面。就是你开车的时候啊，怕有人会装炸弹装在车底，然后我们就可以帮你检查一下这样子。检查完了，好，没问题，我们就可以吸着。它上面为什么粘一颗螺帽？哦，这个也可以吸。螺丝拆下来的时候，有时候怕掉引擎盖下面，像这样子。修车的时候，然后拆下这个零件啊，不知道怎么办，对，就可以吸上去，就不会掉下去。那掉到引擎里面要找就很麻烦。小灯，今年又比去年初更可爱的小灯，晚上修车的时候可以开小灯讲故事。还有什么灯呢？车边的，可以调色呢。它这个是调色灯，对不对？这个是对色灯。哦，对，对色灯。哇，你对这个有研究哦。那你知道什么是对色灯吗？对色灯就是那个啊，如果我们要烤漆啊，还是我们要做一个 AB 对比的时候，你就可以开这个一样的颜色。那么它有27、45、55、65，你知道是什么吗？那个是色温，2000K、3000K、4000K。哦，对。这样好了，不然就买个四五百支回去练习一下吧。四五百支要买这么多吗？我觉得还好哎。哦，好。帮他这边帮我签名一下，然后每个灯都400支嘛。对，好，谢谢。今天最后一站啊，今年有一个超酷炫的东西，就是
我超想要跟大家介绍，就是这个。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断电的时候？我们上次就是因为电脑没电，齁，害我们整个动画重新又重做了一天。所以这个要按哪边？按这个就可以了。上面这个。哦，然后上面是 USB。对。哎呦，酷炫！但是就是停电家里录影的时候，所以跟我们的电钻的电池都是相同的。那这个是？是我们的集成器。啊，我知道，以前我们钻天花板都会吃粉。对对对。然后这个是那个噼啪滤网，就是它排出来的空气比你放的屁还要干净。这边是我们的无碳酸免处理锤钻。哦，现在都做到无碳抓的时代。对，无碳抓的。对。其他这个是它的避震器吗？它的避震效果。哦，真的、哦。ABS 避震效果，要不要试钻一下？可以吗？没问题啊。欸、你最喜欢看人家钻洞？今天不就是要来看钻洞吗？今天是看我钻洞还是看？当然是看你钻洞啊。我觉得连你都可以，你要不要来试一下？很不错哎，连你一只手就可以了。这么好用，买个300台吧。300台，300台。你们今年那个新品发表会这么多东西，什么东西卖的最差？就我们副总啊。你们副总？对 ，Lisa 他爸卖了几十年都卖不出去。哎、欸，但是我今天卖了不少啊。没来开玩笑的，各位想要一辈子有用不完的工具吗？条件是什么？条件哦，对，等一下我们用文字的叙述告诉大家，因为太多了讲不完。好，